哈喽，我们今天吃抹茶局，特意穿了绿色的衣服，还点了抹茶的奶茶。班级。番薯芝士，毛巾卷。这个料太扎实了。外面有小孩子在放炮。冰山熔岩。抹茶红豆的盒子，这个面包稍微有点噎，是不是我点的太晚了？就是剩的边角料。哈喽，我们今天吃火鸡面，还有大嘴鹅的烤肠、炸鸡。
里面都是肉。嗯，